所有高雄的分堂为了感谢师尊，也特别供养圣尊莲生活佛晚餐。在彰化的莲床法师也特别南下赶来，同时还带了几位新皈依的弟子前来，其中还包括了演艺明星阿弥陀。你帮我们照一下，这也是明星哦。哎呀，照照照，来，陈先生，你们两个先好，谢谢师尊。在高雄的谢师宴，莲床法师甚至上台高歌供养师佛，而师尊莲生活佛也回以佛号的歌声赐福在场所有的人。谢尊妙修机莫惊谢谢师尊，好不好？谢谢师尊，谢谢。